所以每次换路都爆。我们不能有这么玄学的概念。我们要相信队友，他上一把七杀一死是助攻，这把一样也可以。不要，我要玩小鹿。我昨天玩了小鹿，感觉好好玩啊！小鹿真的强啊！先亮个小鹿，队友可能就完结了。他的结胜率蛮高的，我先给他一个自信。队友小鹿很强。Can I jungle pick? I don't have top chain。对啊，都没有。哎，兄弟，他妈的，怎么变葛雷夫啊 ？What the fuck?他让我中路欸，我干嘛打爆他？现在让我中路欸。I can jungle， 欸，我打野也很强欸，为什么不让？哎，算了，无所谓啊。你乖乖，你不去看一下你打野是多屌，敢抢我打野？我就看你打野是多屌。队友每次换路都爆，我们不能有这么玄学的概念。我们要相信队友，他上一把七杀一死是助攻，这把一样也可以。看对面叫我战机吗？我只知道我们的小一哲要嗝屁了。哎，反加了个铜闪。这兵线到底什么时候来？这不是来一次死一次吗？这玩卡牌敢这样推线，不把打野当人看？靠腰嘞！还好旁边没东西，你知道我刚按到什么吗？按到 PP。这卡牌一点看起来就不太会玩，来插一下战机。谁敢比我惨呐、啊？大姐回来给卡牌一个惊喜。哦，你也有，他吓到了。是我害死他的吗？哇，好痛啊！范，我被控制住吗？奇怪，哦，被抓进去干。
被撞死了！解除魔城绣花针，兄弟们！ 八龙、小龙，我全都要。准备上课。哎呦，但是有点想买金人，算了，这边应该不会挤火我吧？他可以躲一张金牌。哎，买不起，算了，那就买个小金人吧。看，差点钱呢，差多少？差好多。 没事，有冷帅在，冷帅倒了，有冷帅。看他怎么大只！哎呦，差点人没了。 后面，后面还有一只，发财！哇，差点伤杀！靠，刚好，快刚好过去，啊，卡牌还没进来，刚好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。哇，我这个音，舒服。